下了吗？下了吗？回去吧。骑大车回去吧，中午明天去接你。回去吧。什么鬼话，你的情况能和妈一样吗？别胡说了啊。大哥，我要是走了的话，你就记得点我的好，你别想着我惹你生气。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听大哥的话吗？我听了。四美，没事了啊，咱不怕。我们大家伙都在外面等着你，你二哥一会儿就拿你最爱喝的汤来，还有你姐还出钱一丁，我们都等着你，气生刚也等你，还有你明玉哥哥还有星宇姐姐都会来。